我们经常住酒店嘛，有一个叫醒服务，咕咕嘎嘎和咕咕，咕咕嘎嘎和咕咕，哪个酒店是这样的？这个题就是这样，如果我是一个有起床气的人，你们两个用什么方式叫我起床，我会最舒服。喂，刘老板，刘老板，起床了。喂，谁呀？当世界只剩下一片黑暗。我来，对不起。多么好听的一首歌，让我们在这首歌中能够稍微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能够平静自己的脾气。起床吧，刘老板。哎，他好厉害呀！我觉得你没戏了。喂，哎，刘老板，谁呀？当时间，你要唱也唱好一点吗？当当当，你在转转边。我觉得，刘老板，刘老板已经挂了。